是有跟大家说，但不是明白难哈，就是上课听也没有问题，看课本也没有问题，考试阶段考卷的时候就会问我，为什么族群是生态跟演化最基本的单位，我会跟你们聊过这件事情，就觉得说、奇怪，那课本不是有写，你很好奇吗？我说没教过吗？我上课没教过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考试错了才会发现这个很奇怪呢？